太多人了，这样我没办法。
不对呀、啊！喂，手酸了吗？笑得酸。
欣赏它的主题。下一款石雕鱼是一点，请准备。
谢谢。对，你已经帮助了。哎，嗨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同学们可以帮我按拍正中央，因为他们人比较多。我拍他们特写，帮我拿着，轻松拿就好。好，很轻松，像这样，拿着这样就好。好，要不然你会累死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要讲多久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请20届公关往后看一下吗？20届公关往后看一下，看投影幕，这是21届他们录给我们的影片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幸福快乐平安健康，你们的人生。好讲理哦！
你们那很厉害，同车加油，好好准备，然后希望你们都可以炫耀你们自己心中最好的学校。我也想要学弟妹什么没有。可以放哪？就是有一个，他是叫我拿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可以唱笑歌。啊。可以开一下麦克风吗？喂，有，我们在那个。21届的那个学弟妹们的掌声，好不好？美萱啊，给美萱讲啊。
想说
干，终于有一个会调控的其他手了，我好欣慰。然后对，然后最近的东西，好像在我这里干嘛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不怕嘴。对，然后对，然后那时候头发很短，对，很那时候，对，那时候就长得像军人，对，然后就找他组团，然后又找了廖伟，他是我们班的，三个都是同班，你看，明道无手其他手背着手在同班，我操。一拎发大财，然后就找了他当主唱。对，那时候是因为我看到他那个飘向北方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大家从德路边上飘向北方，然后上一半还有车要开过去。对，然后就变成这样飞机机。啊，之后你很不雅，但是我发现其他人也不会输我。对，明道团名都有点恶心，这个啊，谢谢大家付出。啊，你们表演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？我没有到很专业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，对，还可以，对，好，就这样。佩姐，还要佩姐？嗨，一二三四五，因为我是鼓手。谢啦，谢谢你来，然后对吧？谢谢各位来。不要哭了，我不要哭了。
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后进来的，然后就一开始也是因为很多同学啊，后进来的，后进来的，是哦，一波勇猛，一波勇猛。然后我没有发现，马上就更熟了，然后觉得就大家都很好讲，然后就是你一年级刚进来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开始就觉得会不会学弟妹那个不来行，不来行难行，然后就发现就是人都很好，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这种有感情的对付之前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晚上好。你有什么？看台快六号。大家好。三温，你不是说要帮我带一串卫生？我有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快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谢谢大家。然后，这里有啊，要不要丢东西？我从国中的时候我就有加热饮社，然后因为上高中，然后就因为国中也加了，然后高中也选热饮，然后认识现在坐在那一堆人，然后因为这两年我们一起做的事情真大，一起做的事情真的很多，然后我要特别的就是感谢每一个人。然后就是对这个社团这种付出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每个人，然后就这样子分工合作，然后这样我们才有一个热议社。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做这么多事情，然后包括办这个组织。然后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这一路走来组的团员，